灭绝师太，你以为我们武当是什么地方？你说要人就要人吗？那么我灭绝只好向宋大侠讨教。请问灭绝师太武功高强，宋元朝得罪了。你仗着你武功盖世来包庇你的徒弟吧？你吓唬我？师父，一人造成一人的，让弟子自己解决吧。好，你喜欢自己跟他们谈判没问题，我大将，你师父一百年来都没怕我，吓唬我？你们要我说出我义兄金毛狮王借血的下落，无非是要抢夺他手上的屠龙宝刀，成为武林至尊。今天我只好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你为什么要速断金脉，翠山？娘，爷爷为什么要死？母亲，你记住这些人的样子，仔细的看清楚，一定要记住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沾满了你爹的血，你长大了要你爹报仇，一个都不让他们逃掉。你说清楚点。大师，金毛狮王就在那里，祝你早日找到屠龙宝藏。没事了，大家好。